那现在的国内的这个疫情这个情况呢，要很严重，我们在日本的基本所有的社团都是很积极的行动起来。这次呢，我们日本海南商会全部捐赠了81000个口罩给海南省。如果以后还有需要的话，看那个时间这个需求，我们还可以在那边慢慢会寄过来。